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思想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到最后，继续来看上帝透过耶利米要来安慰鼓励这些被掳的百姓，因为上帝宣判了一个被掳七十年的一个过程，那因此呢，神应许在这七十年里面，他们的心要悔改，上帝也会带领他们重新归回。那在三十一章的前半段比较多是对北国被掳之民来说话。 三十一章的后半段啊，就转而向南国被鲁之民来说话。我们看一下二十三节：<coughs>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使被鲁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诚意，必在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山呐、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原本这边本来也应该要是公义的居所，圣山。” 那可是呢啊、呃，百姓使这地都被玷污了 <coughs>，以至于被耶和华赶逐出去。北国之前先亡在亚述的手里，现在啊、呃，南国眼看也要亡在巴比伦的手中，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恶，不愿意悔改的缘故。啊、呃，三二十四节，犹大和属犹大诚意的人，还有农夫，还有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神要把这些人重新带回来。 重建耶路撒冷，疲乏的人我使他饱卧，仇烦的人我使他知足。二十六节，先知说啊、呃，原文没有先知说哈、哦，所以二十六节就是我醒了，觉得觉得睡得香甜，好像是这些被辱的人做了一做了一梦一样，如今梦醒来啊、呃，发现重新回到上帝的恩典跟祝福里面。 啊！一切疲乏的人睡醒了，重新得力。二十七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请复、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感谢神，日子将到，在归回那一日。 啊，北国的人跟南国的人也都要归回。这不仅只是在以色列目前已经归回的这个历史里面啊，他们在啊主前五百三十九年啊被释放，然后五百主前五百三十八年啊开始启程回到耶路撒冷，主前五百三十七年重立圣殿的根基。不仅只是讲那一段历史。 整一整个神的百姓重新被建造、被建立起来，并且能够讲到《耶利米书》很多章里面都提到那那日的荣耀的光景，就是不仅是神的百姓，连万国万邦的人都归向耶和华的那一种啊复兴的荣景，他会在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身上得着应验，完全的应验。 会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一切就都要来实现了哈。因此呢，啊，这边的经文有指着当下以色列百姓所说的，也有也是指着我们这些幕后的百姓所要经历和所看见的。那二十九节，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到酸倒了。 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啊、呃，二十九节这句话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这句话同样也出现在以西结书十八章第二节。那由于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的啊、呃、历史年份是差不多的，所以这句话很可能是引用当时候大家所熟悉的一句谚语。那为什么要引用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也就是说。 父亲所上一代或者前几代啊，如果是被鲁七十年，应该是前三代，三代以前的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如今神不会把它算在已经回，愿意悔改的三代以后的啊子孙的身上，代表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神要把悔改的后代重新归来，然后与他们立定一个新的约定。三十一节，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哇，太棒了！新约这两个字终于出现了。啊，我们之前一直啊有读到耶利米他所说的啊，上帝要跟百姓再一次的立约，然后呢，要仿佛当年带领百姓出埃及，在旷野的西南山与神立一个旧约哈，就是那时候有立约定。 神说：“你们若愿意遵行我吩咐给你们的话，我就愿意做你们的神，你们就可以做我的百姓。”但是百姓立约之后都被逆神所以日子将到，有一天上帝会再一次跟以色列百姓，甚至更是跟全地的万国万民，再立一个新约，让上帝的公义、信实、慈爱可以在整个大地来彰显哦。因此呢，啊，我们看到这边。 三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啊，他要与百姓另立新约，真是件太棒的事情了、哦。三十二节，他说这个新约呢，不像过去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那就是旧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在旧约的时候呢，啊，百姓与神立约，却。 没有能力履行这个约定，而只有在新约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借由他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替我们承担咒诅跟审判，也要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鼓励跟感动，使我们在一生依靠主的十字架，能够保持在主的新约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选民的身份哈啊，这是跟旧约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 大能大力，以及圣灵在我们心中所运行的啊带领，就能够跟我们的父神能够来啊持守这个新的新约的约定。那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是怎么样呢？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以前是将律法。” 刻在石板上，放在约柜里面，但是现在是要把它把这个约的这个律法放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是约不再放在约柜里，而是放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放在我们的心板上，刻在我们的心上。哈，不是刻在石板上，放在约柜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哇，太棒了！ 原来神他要跟我们立新约的时候，他是要直接来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使这个约是不是放在约柜里，不再是身外之物，而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打从心里面要被神改变，要来与神守这个新的约。三十四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哇，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应许。没有一个人需要被别人提醒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耶和华跟每一个人所立的所立的新约的律法，都已经写在每一个人的里面，写在每一个人的新版上了啊。 因此，每一个人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有认识耶和华的能力，也都有认识耶和华的信心。哈，我想这是一个只有耶稣基督他与我们另立新约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盼望，啊，才能够真的实现在人类当中。哈，三十五节，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 波浪轰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什么意思呢？上帝呢？他说：他使太阳白天可以发光，晚上有月亮和星星出来。 这是上帝所定的一个规律，它又让这个大海啊搅动翻腾，有潮汐啊，有一切啊，天地万物都有这些上帝的规律定在里面。这些规律只要地球还存在，都不会废去。因此呢，耶耶和华说，既然这些定力能够在我面前不会被废掉，所以呢，以色列的后裔。 在我面前也不会断绝，感谢主！以色列的后裔不仅指的是这些被掳归,归回的百姓，更是指着与神重新立定新约的神的儿女们。我们在主的面前做神的儿女，永远不会被废弃。感谢赞美神！三十七节，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 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首先，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我们刚刚讲过了。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到酸倒了，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每一个人如今因为耶稣基督所与我们立的新约，神所赐下的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启示的工作。 使我们人人都能够认识耶和华，使每一个人都渴望永远与神同在。因此呢，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够，能够啊量度上天，也能够巡查这个地里面的根基。也就是说，上帝的旨意啊，跟上帝的慈爱，它的长阔高深，是出乎人所能够测度的，是超出人所能了解的。 纵使以色列的后裔，啊，或者说以色列人，他们是这么的软弱跟败坏，但是上帝给一个伟大的应许：当神要来跟人立新约的时候，凡是在这个新约的选民里面、新约的立约团体里面的每一份子，神都要保守他的生命直到永远；神都要保守他的心怀意念，能够在新约里面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而这样的一个。 应许能够实现，是超出我们能够测度的，是残阔高深的慈爱，跟他旨意的奥秘，远超我们能够理解的。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怜悯的。我们继续往下看，三十八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现在的耶路撒冷是已经残破不堪了，被毁灭了。但是被鲁归毁回的时候。” 神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从哈南耶楼啊、哦，在北边，直到角门在西边，哦，然后呢，准绳要往外量出，直到加利山，又转到戈雅，准绳要往外量出，代表要去量这个丈量，哦，要重建城墙的意思哈、哦，那就是要绕一圈哈、哦，然后呢，抛尸的颧骨和倒灰之处，我想就是新嫩子骨哈，之前是被咒诅的地方。 并且的田地，直到吉伦西，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请复，直到永远。这是一个美好的应许，不仅指着啊，主前五百三十八年三十这个七年，他们在耶路撒冷的一些重建的工作，更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一个全面的复兴，哈。 一个神与他百姓所立的一个永远的新约，我想这是带着非常荣耀的终末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主，你说你对以色列后裔，你对你自己的百姓所立定的那超乎我们能够测度的残酷高深的慈爱的旨意，跟你旨意的伟大奥妙。 实在是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谢谢主把这极大的恩典给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永远成为属于你的，成为圣的，成为你的儿女跟百姓。我们何等蒙恩，何等不配，但是我们已经领受这个恩典了。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所刻着是你新约与我们所立定的那个这个内容，主要就是我们这一生主要要来在心里面。 打从心里面尊主伟大，敬畏你，一生爱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愿神祝福大家。